所以身体为什么是松的？刚刚说的在回应状态之下，好，分开了，分开了。武术里面常常讲松，什么是松？如果松落于绝对的一个形象，你找不到松的，因为讲松是没有意义的。松紧是一个对立的概念，哦，纯粹的松而言就是不用力、不练、摆着就是松。这个松不是武术里面的松，武术里面的松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它必须跟紧搭配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松中有紧，紧中有松，哦，纯粹的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刚刚说的回旋桩里面，我们透过胃镜，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当这个阴阳面开出来了，建立了，当这个虚实面建立了，好，刚刚说的实的转成虚的，虚的转成实的，松是松什么地方？松结构。刚刚我的结构为什么它能够松？因为公旋找到了，所以它最初在接受我的力量的时候，它的支撑是来自于结构。这个时候它只有结构的时候，它的公旋还没建立的时候，它松不下来的，因为它必须支撑我的力量，它没有办法松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结构是动不了的，一动这个地方立刻垮掉。所以在经过胃镜之后呢，它的公旋建立的找到了，那它后面的时候，它是用公旋在支撑我的力量，而不是用弓背，所以呢，它的结构可以松动了。所以松是松什么？是松结构，是结构松掉。那紧呢，是什么？这个压力，我们叫内压，就是我们的公旋这一面变紧了，所以它的公旋本来是虚的，我们讲内压、讲气、讲丹田都可以，它是虚的变成实的，就是内压充实起来了，所以它获得一个新的支撑之后，弓背可以松掉。所以我们讲松紧的时候，松是有前提的，松是因为你找到紧了，找到另外一个支撑了，才能够松下来。所以我们在受力之下，好，这个时候我跟他，我们形成一个连结之后，我透过失衡产生一个连结之后，你看，各位看我的结构，我跟他形成，当这个支点开始移动之后，在这个点上形成合力之后，形成合力之后，这是我们新的合力，这是我们新的重心在那个地方。原先呢，他有重心，我有重心。当我们搭手之后呢，我们的重心就往这个地方靠拢移动，这是一个新的重心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连结。好，各位看，形是不能够变的，它的形是不能够变的。当我的重心在变的时候是看不到的，重心是虚设的，所以我的重心由这个地方可以转移到它的脊椎，到他的后脚，这个样代表前脚，就是前脚、脊椎、后脚。我的脚在做虚的时候，我的重心在移动的时候，看起来形没有动，实际上重心已经在移动了。当我的重心线逐步的转移到他后脚的时候，跟他后脚重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他是完全没有根的，就看起来形体还在，力量也没有消失，可是它是完全没有根。什么叫没有根？它动不了，出不了力，也撤不掉，因为它跟我已经形成一个连结了，就是松不下来，出不了力，这个叫合力状态。所谓的合力，我们透过这个叫称力，我这个虚实，我透过脚的虚实跟它产生一个阴阳的变化，虚实的变化，好像一个天平一个秤子一样的互相的阴阳的往来变化，我们称为称力，这边称为称力。好，现在各位看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的重心到这个来的时候，它还可以蹬脚，
它可以透过蹬脚还能够产生一点力量，就是它的距离呢，以它的后脚到前手作为一个内距离，虽然外距离顶住了，它的内部可以产生一个蹬力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把重心再往它前面移动的时候，怎么样看呢？我这个手身体我们叫折叠，吸进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动，当我这个再虚吸进了，这时候重心到他的脊椎这边来了，他一样是可以蹬脚，以他的后脚跟跟他的脊椎这还是有距离的，他虽然蹬的距离小了，他还是可以蹬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再虚到这边来了，他还可以蹬，还可以蹬，但是力量变小了。再进一步呢，当我的重心再往前移，移到他的后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就完全没有空间，没有内距离可以产生力量。在手上就是他的前脚，第二个这个时候在脊椎，第三个我送过来这边了，这时候他的后脚他完全出不了力了，他完全蹬不了力，这个时候是合力状态，就是他完全出不了力的，因为我的重心线跟他重叠在一起，这叫重心破体。那他呢，整个人已经不见了，已经拿掉了，看起来形体还在，就力的作用而言呢，他已经不存在了。哦，当他这个他跟我重叠之后，就是我的重心完全取代他的时候，我的力量站过去了。刚刚说的，我把形跟力分开之后，这个时候我的形可以在受力之下自由活动，不受影响，跟刚刚的站桩是一样的状态。这个时候我松挂这边了，它出不了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的力跟它合力了，对不起，我的形可以移动了，这个力量并没有消失掉，它是不能增加也不能够减少，那我的结构已经放掉了，我们的重心在这个地方，我的重心在它的后脚，我跟它重叠在一起了，这个时候我可以自由的移动，我可以自由的移动，就证明什么？我的形跟力分开了。第二个，我因为找到了重心的这个紧，这个密度是很高的，所以我们谈松紧，松在什么地方，紧在什么地方。刚刚做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密度是很高的，这是紧的，所以力是紧的，形是松的，形是松的。所以为什么我在受力之下，我一样可以做动作？因为我的形跟力已经拆开了，那我承受对方力量的是我的重力，就是我的重心也好，重力也好，是我的力量。我的形因为跟力已经脱开了，所以形本身不受力，它是力的通路而已，它本身是不受力的，才构成说我可以在受力之下我还可以活动。那武术里面要求的虚实，不是说我们没有接触的时候你可以做任何的动作，可是一碰到之下动不了，动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依赖平衡，你依赖结构产生力量，依赖距离，透过外面的距离，当我们两个搭在一起之后，外距离不见了，你就没有能力产生力量，只能靠后脚的推蹬产生力量。所以为什么说练的时候很好看，用的时候用不出来？因为这是两个惯性，你空住的时候没有碰到反作用力的问题，就没有拔根的问题，可是在接触之下首先碰到的就是反作用力。事实上反作用力跟根是同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说落地生根，要往下扎得很稳，扎得很，要突破这个地面，甚至要陆地三尺，我们会以为这个样子我的根就很稳，是啊，这个稳是有问题的。这个稳呢，哪怕是你站得很稳之后撑死了，你这个结构撑死了，你的力量在身上是透不出去的，穿透不出去的。如果形跟力不能分开，那我们的武术的身法手法的一些作用，身体的作用就
就呈现不出来。所以我们当身体的行力分开之后，我放上去之后，我这个因为我的力在里面呢，我的行不受影响，才能够在受力之下，我这个地方产生作用，产生作用。各位再看身体拆开之后，可能看正面看侧面还并不明显，我们以稍微以正面这样子来看的时候，我如果这个地方是平衡的，我是平衡的，我第一个用力它撑住我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立刻产生反作用力，所以我没办法施力。怎么办呢？我就会透过形的改变去压这个点，哦，这个形的改变，哦，它用的是结构的力量。但当时我把平衡拿掉之后，我的力量，各位记住，平衡拿掉之后，力量已经回到身上来了。所以我这个身体呢，我这个结构里面是被力量充满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跟打球一样，我的气充满之后，我只要运作那个球就好了，它不需要再打气进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不需要用力。这个时候我的形的改变只是引导这个力量到什么地方去而已，并不是产生力量。好，现在我这个脚虚了，虚了之后呢，力已经在里面了，我都可以自然的去做任何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可以很自然的。好，那我的身体力量产生一个连结，我们叫力整行分。好，在平衡之下，作用力之下，身体的左右，我的右手用力呢，直到中线为止，它过不了中线，左手也是一样。好，它这个左右行跟力都是分开的，所以我的作用呢，到这边为止，要超过必须改变行，这个是作用力的一个特色。内应力不然，内应力呢，力量已经充实在这个里面了，它不是靠行为产生力量，它这个动作呢，可以经过我们的中线是没有阻碍的。第一个，我做一个作用力，这边会产生反作用力。好，我用的时候我进不去了，再用我会起来，为什么？反作用力的原因。如果不起来怎么办呢？我就要改变我的形去压它，这个都是作用力现象。为什么你的形会改变？因为出现反作用力了。但是在内应力之下呢，我这边虚掉了，我跟它形成一个合力了，它就是我，我就是它。这个时候我不是这个地方，我并没有用力，没有主动用力，所以没有出现反作用力，那这个力量呢，重心就会开始移动了，它就很自然的就可以移到这个地方来，甚至于过中线之后，这个力量本身并不会消失。这就是作用力跟内应力的一个差别，表现在我们的行跟力之上。